从今以后，恁两个只是陌生人。我拜托你，莫再来找我，好不？我问你，姓钱人嘞？我知影你心肝内爱人是我。我嘛只讲已经等我五年啊。啊，不过我已经等你一世人啊。您总是用强迫的方式，安尼让干内个姓钱的心愈杀愈远啊。我拜托你，好不？好不？让我老弟你心不平。我不爱。静玉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？我放屁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我今日约你出来，是要介绍一个 case 给你。廖凯宏这份有问题的合约书已经签了，现在头一步已经解决了。来，后边看你表演啊。你要我请这個？你若真正无爱救，你来赔偿我2000万的违约金。有这个讯号阻断器，谁都无法都搅了我跟凯宏的两人世界。林子彤，你就好好享受我替你准备的惊喜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我今日约你出来，其实是要介绍一个 case 给你。廖凯宏这份有问题的合约书已经签，现在头一步已经解决了。来，后边看你表演啊！你讲恁爸妈把你关起来，安尼你还阁无了解？无人同意咱两个做伙，咱两个袂有结果的。你偷偷把圣贤放走，害去找一个头壳有问题的查某囡仔。因若是相带走，这个责任敢担得起？那因为爸爸。放弃你家己想要爱的幸福。我只讲已经等我五年啊！啊，不过我已经等你一世人啊！我愿意付出我所有一切去弥补伊。刷来请你换衫。你要我穿这個？你若真正无爱休，你若赔偿我2000万的。有这个讯号阻断器，今日谁都无法都搅了我跟凯宏的两人世界。凯宏的手机也拢拍袂通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我只打开你交往尔。就是让你妈又给廖萌芝两个人点名做记号，那份感觉真出卖，真差，你知不？静玉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放屁！